嗨，大家好，我是 Kelvin 啊。OK， 欢迎来到我的日常生活分享频道。那昨天我们去了那个 Banting Maru， 也去了 Jugra Hill。OK， 那么今天呢，我的车是到时间想要去做那个 service 了，所以今天我会大概拍一拍今天的一个日常。所以谢谢你们来观看我的频道。OK， 然后我现在是从店出发，要回家拿那个机油，然后过去换了。然后今天我们也是会去一个，我也会带你们去 Morib， 还有Daniel Spa 那边去转一转。希望你们喜欢，欢迎帮我订，记得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按赞，谢谢你们。好，那么我们先来打油先。我的汽车没有油了，汽车没有油了，先喂饱饱汽车，然后我们才有时间去，才有油去逛去走。给你们看看。完全没油啦，要喂饱饱我的车，等一下我们再去走。 OK， 现在我们在油站马来西亚的汽油不错不错，才2.05块而已，黄油啦，当然95的。好，我们先打油，打完油过后然后我们再去换机油。 OK，我们打油，打完油过后，然后我们再换汽车机油，过后我再带你们去走走哦。好，记得不要离开啊。我打满打了94.96块，大概95.46块，然后每毫升是2.05块，已经打满喂饱饱它啦。现在要出发回家拿我那个机油，拿了机油我们就去换，换了过后我们第一站会去的就是 Morib， 然后接着下来如果还有时间啊，我们就去 Tanjung Sepat， 然后给你们看一看当地的一些旅游景点。好，现在我正在开车要回家，然后去拿那个机油，然后这个就是我回家的班定的一个小镇嘛，可以讲。这个就是大曼的里莫，这边相信有来过班定的，应该通常都会走这一边吧。这里也是有两排店，当然班定是属于一个市啦。现在像我昨天讲的那个视频。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哦。等一下我们拿了那个机油再给你们看看。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如果下大雨我就不去了。如果下大雨就不去了。如果只是毛毛雨，我们还可以去走走，可以去看看，可以去吃吃。好，现在下起雨来啦，有可能会下得蛮大的，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情况如何。当然哎呀，这两真是的，哦，下雨停啦，很快一下子雨就停了。那么刚刚回家拿了机油，现在出来要去 service 把我的车保养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去 Morib 走一走，吃一些当地的美食。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去换那个机油了。好，到了，就在这边换我的黑油，换机油。
这里是班丁的大街，在 CIMB Bank 的对面，就在这一间房换了机油，等一下我们就去 Morip 那边走走。在新兴的对面，现在开始换了，开始抽它的油。我在这里等等休息一下，好，休息了过后，然后它再换机油。再换这，换好了过后，现在太阳也出来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大概应该是三十分钟左右吧，30分钟左右。好了，给钱了，花了多少钱？355块。我们稍微少了，现在太阳也出来了，我们可以去 Morip 走走逛逛，然后我去喝个椰子水。哎呀，现在也3:30了，刚刚下了一场雨，很快的雨也停了，然后现在我们开始要出发去 Morip。 感觉换了机油过后，车的动力比较强一点点，一踩油那就走了。这个是昨天没有跟大家拍到的，算是班丁的大街吧，这里有两个油站 Petron， 还有 Shell 油站，前面也是有 Caltex 油站，还有一个 Petron， 班丁有两间 Petron， 这里银行 Hong Leong Bank、 Acco Bank、 CIMB Bank、 Sing King， 班丁还有一间 The Store，前面那一个就是 The Store 了，在我的右手边那个黄色 building 的。曼丁有几个小超市吧，一个就是 EconSafe， 然后还有 Mega， 还有 The Store， 这三个是比较大一点的，其他的99就很多间了，99 Speakmart 就很多间了。那么现在我们是在曼丁大街，如果出发去到 Morip 的话，应该接近10分钟左右就到了。所以曼丁也是靠海边的一个市镇，一个班达。好，这条就是 Jalan Morip，就从这里出发去 Morip 吧。然后前面的右手边就是警察局，然后左手边就是班丁的公园。傍晚5-6点可以过来这里，可以过来公园这里做个运动，走一走公园也是挺不错的。警察局就是在我的右手边，这里就是警察局，曼丁的警察局。前面的左手边
就是公园，蛮定的一个公园。然后如果你往左进去的话呢，可以去图书馆，哦，里面有一个图书馆。我们办理那个license的话，执照，商业执照也是往左。这里就是曼定，看到吗？一个大大哥的曼定，在我们的右手边是医院来的，曼定的医院，中央医院，曼定的医院，左手边就是公园，刚刚我们讲的公园，挺不错的这个公园。然后这里是甘中哈拉。是我们曼丁这里的一个马来甘峰甘中拉拉，这里去摩瑞还有6公里而已，进的是不？有一个碧云宫，这里有一个碧云宫啊，老实说我都没去过。平时这里应该没什么人的，拜六礼拜就很多人会过来这里休闲吹海风。今天涨潮，看到海了吗？海风吹吹挺不错的。哎呀，我们找位置停车，我就还要喝杯椰子水。好啦，我们到摩瑞啦，下车啦，现在要去喝杯椰子水。戴眼镜比较好看哦，戴眼镜好像非常的老，是吧？好，给你们看看前面是怎么样的。这里有马来档，
Kerang Bakar 吃西汉烤烤的西汉这里也是很多吃的就在海边今天的海我们先去看海一下吧海风看了海然后我们再去喝椰子水看有那些人吃没有是有麦本哥这里有一档麦本哥的鸽子涨潮吧这个叫今年初一这个时间点三点半接近四点海水涨潮了来这里去去海工错的嘛是吧那等一下我们喝完椰子水过后我们再过去另外一边那边是有沙滩的然后去看看然后这里平时拜日礼拜蛮多人在这里卖东西的给那些小孩子玩看那些小孩子的去喝椰水叫颗椰子来喝就来这边喝吧点了一颗椰子然后坐在这里其实拜日礼拜带小孩来这边玩挺不错的你们说是吗就在海边然后喝杯饮料吹海风一下就坐在这里然后就可以吹海风看海不错的环境ice but颗椰子相信在马来西亚椰子不算陌生吧不过在中国很多人要喝到椰子椰水又很多地方都没有是吧这个椰子挺美的我通常只是喝它的椰水而已太阳出来了晒那椰肉也不错你们看一看现在太阳出来了很晒太阳出来了好我们喝完了现在要上车去沙滩那一边走走那椰子很大个喝得很饱在这里就多人了平时的话没啥人
这边有一个洗手间啊，如果你在沙滩上玩了过后，可以过来这里洗你的脚啊之类的，然后再上车就没那么脏了。风好大，在我身后就是海了，还有人在游泳，你看。你们敢下去游不？挺不错的，这里给你们看看。下去玩水走上来了，它海水也不会讲非常的深哦。今天又涨，又是涨潮，很多人也是要来这里玩。刚我们就是在那边，然后现在我们走过来这边了，这里就有沙滩了。是不是很不错呢？来吹一吹海风。拜六礼拜呢，这里就蛮多摊位卖东西的。今天星期四就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顾客，没有那么多游客。这里是卖那个，卖那些 burger。厕所不用给钱哦，应该不用给钱的，可以直接进去。是不是觉得不错，很美呢？这是什么味道？好，那今天我分享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啊。然后，因为现在时间。